火了，而且超疯狂的，特别是里面的娜诺是不是超级竞技的？但是今天呢，我们来一期尤里的反转，下一期我们要出娜诺了吧？如果反转有到位，尤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青铜。尤里跟他很在意。眼神。他被尤里，尤里看着他嘞，看着他，狂看着他，尤里绝对看你。坏坏的女人始终惹人爱，不过尤里的确让人家有点不喜欢，毕竟娜诺才是主角。白银。尤里跟他很在意你的那面，有一点感觉在里面哦，主要是他这个眼神里面，我感觉透露的不像是邪恶，不像是坏女孩，反而是一种憨憨的感觉。黄金。尤里跟他很在意。有，这个有，特别有感觉。这个卷头发的，哇、哦，我越看越有兴趣了。白金。哦，尤里跟他很在意你的那面，他被尤里。尤里控制他嘞，看不到他，尤里绝对。这个太有内味了吧，那种笑容，那种狂势，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的感觉。尤里有气的钻石。彩色的世界，我在我的屋里多么清晰，他们那般的心。这个尤里并不像很邪恶很黑暗的感觉，没有什么很大的黑化，我反而感觉他是比较阳光一点，但是整体造型还是很 nice 的哦。信仰。尤里跟他很在意。尤里控制他嘞，看不到他，狂看不到他。尤里绝对看你一眼，还没有给你看恐怖的样子。最后一张非常好看，感觉可以当壁纸了。特别是大晚上十二点钟打开手机，哎呦，那个感觉刺激。王者。哇！尤里跟他很在意你的那面，这是本人吗？尤里控制他嘞。我感觉这是本人，这是原作者吧？这反转太厉害了，这就是想替代神明的跳梁小丑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不知道大家心里面留下阴影了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继续看娜诺的反转，说不定会给你更大的惊喜哦。明天是美好一天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